哇，你看，这是荡秋千吗？你的脚会碰到。哇，你的脚放太很高。脚不行，这样子转。你要先这样子转，等长大又再转，不要转。荡秋千啊。抓好哦。哦，又一只小猴子来荡秋千了，怎么有那么多只小猴子啊？掉了腰啊，腰，再一个唱很难的，脚到上，脚到上，哇，香港脚放上来了。我知道，脚没有放上来，你的脚要脚掉到身上来，还掉着，他脚身上来，这样子。一要去溜滑梯的吗？哥哥看看，你看有没有？嗯。哥哥吓着你吊着他脚不要翻空在地上。我已经教过好多。来，我放这哦。那个是 Superman， 我帮你照相啊。好，看我。啊，你要看我啊。好了，你要看，很帅耶。啊。哦，怎么有一颗头？你看，我要看。啊。